AKB 48运营公司涉嫌逃漏税。 AKB 48等偶像团体所属的运营公司 AKS 日前遭东京都国税局揭发涉嫌逃漏税。截至2014年11月前的三年，未申报的部分总共约有5亿日币，追补缴税额共约1亿日币以上。有4亿日币是用在成员们的房租、私人旅行以及牙齿矫正等费用，这些皆不被认可为公司经费。AKS 支付事务所成员们的薪水，另一方面还代垫团员们的房租和旅费，以公司经费来处理，而这其实也是需要课税的内容。该公司表示，这些是 AKB 走红之前发生的事，公司还没来得及处理完。据说追缴的1亿多日币都已经补缴了，而这种尽量息事宁人的做法，倒也是符合 AKB 48的歌名“我们不战争”，对吧 ？Tomo News 原创 LINE 贴图第二波开卖喽，快来下载吧！